发现一枚。小丑在桶里。我又开工，我的天哪，沙塌了。我的天哪，看这个坑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两个人合力把它弄出来，光刨这个沙坑，哎呀我的天哪，稍微碎了一点点，那没事，那没事，哎呀，看一下这个鼓包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什么耳朵？再看一下，开外还要再确认一下方向。看那角度。沙子又塌了，摸着了，哎呦，不笑不笑，没见他鼻子，没见，我也没见，人出来了，没进鼻子，高姑娘们，哎呦，真大呀，真大，比那个还大，走，你看。你这啥情况？我这还没走过来，挖了一个。你看我挖多深？哎，你看，你看看不到。挖过去了。你是打窑洞吗？二哥画的标记，来吧。钳子，走走走，你又搜索出来一个钳子，哇，称王的人看不上这小钳子，小妮在后边跟着你，刚进去这有个格子，等一下，钳子，哎呀这个肉，这个包，你估计是个西施蛇。走，啥情况？我离远点。啥反应？哪边？水没下去。盐没下去，对，盐没下去，还有水，你那点水去，这是个啥位置啊？好像在这儿，对对对，就在那，人还在那，哟，我的天哪，碰一顶，哎呀，我给你看了一个，他还在没在家，喷了我一点水，哎呦，他到底在哪头？就在那头，是不是？好像在这儿呀，我感觉，哎呀，是吧？在这儿，现在看，现在看。啊，方向别挖错，挖错就坏了。哇，哎，他往下溜达呢。
看到我满头都是水。哎呀，这个家伙我也是服了他了，攻击性太强。你来拿，我这技术不行，我这技术拿了鼻子可铁定得掉。刚碰一下，看，我就碰了一下。问题了，他这个鼻子可以再生的，来，断鼻逃生。哎呀，七尸蛇，毛格一枚。差一点踩晕他，这个，又发现一个躲藏了起来的家伙，来了，二哥还在那儿搜索呢，来，二哥把这个蚬子给我了，来吧。是蛇，哦，哎呀，这个水刺，哎，是蛇，走，今天这海上，我在后边是个打工匠，哎呀，二哥前面搜索了，我拿小铲，哎呀，全是他。在家可能这个盐没化，盐化得等一下它化。它鼻子是在那？嗯，那是它的鼻子吗？啊，你盐子那个位置。那盐应该还没化下去。OK。这眼特别大，喂，鼻子没见着哥，哎呦，鼻子？啊？啊？是不是掉里了？估计是掉里了。看看鼻子是肉肉。哎，哇，这么长。来吧。你直接就瞅见方向了。没动静，没动静，没事。是坐下去了哈？好像是，搞不清，他妈再说。哎，方向没问题的是吧？啊，还好我离得稍远一点点，差一点我又被攻击了。全身都在用劲儿，哎，这个大，大吧？这个大，鼻子问题，鼻子还没掉呢，超级大，反正是比我手掌大，就是底下这块肉往下跑，太快了，劲儿很大。